2020年7月9日，《鬼灭之刃》开箱。3、2、1，H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《鬼灭之刃》的周边。好，预备，3、2、1。在旁边不用演，那都会剪掉。鬼灭之刃的图画本，这是鬼灭之刃的图画本。好，这是鬼灭之刃的图画本。你也给我一个嘛。仓兔与真菇，然后下一页是什么？里面还有贴纸，都不逼真哎、欸，好像都没有很像哈、哦。现在会不会是高清版的？难的。好啦，是刃。这怎么啦？这谁、啊？是哪里怎么的？是谁啊？真的是新的主角吗？这个，反正这个新的主角来了吗？四本才21块而已，你竟然都给我不好的，为什么我的都一样？里面几乎都一样，妹妹，这个是偏，这个是盗版的啦，所以就是这样，里面有贴纸就好了。可是很可爱啊，这个比较好哎、欸。对，嗯，我的跟你一样。这个是贴哪个？香奈乎，这是谁啊？这个猫咪的。啊啊啊！我看不到。你看那个米豆子好恐怖。对、啊。好了，那不要再开这个了。下一个了啦，快点啦。好，那我们开箱下一个。我在关机。啊，笔记本。啊，真的啊，米豆子的。好，那我要他吃的。啊，米豆子的。还有，一些哦，好多啊。这是谁呀？不是鬼灭之刃角色，这次是鬼灭之刃的笔记本。好可爱呀！首先，这是他以前还没当鬼杀队的样子。这是他去那个打守鬼，去最终选吧。然后这是他让米豆子进那个箱子，那个叫什么？竹篮里，然后呢，这是米豆子被鬼吃的，然后炭治郎就要就想了一个鬼主意，带他去医院，带他去鬼医院。米豆子猫咪，好，这是鬼灭之刃的笔，其中这是原子笔，所以他有附这个原子笔芯。原子笔，你中原子笔了。这里鬼灭之刃，这是哇！你看他们的盒子，还有写他们的名字。对，只是简体字。灶门米豆子，不是灶门炭治郎啊，灶门炭治郎，不是灶门炭治郎，而是灶面灶之刃，而是灶面灶之刃。而是掌面掌之刃，而是掌面掌之刃，灶门炭治郎，灶门炭治郎。米豆子的也一样是圆子笔，你的麻雀怎么变瓜牛了？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是神少女。拿错捧了，姐姐，这孩子完全不行了！爸，不要，我要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介绍《鬼灭之刃》的贴纸，《鬼灭之刃》的贴纸和《鬼灭之刃》的卡吗？杜拉卡吧。还有很多张哎，鬼灭之刃的卡，
之刃的贴纸吗？他说扑克牌。扑克牌。那最后再看，那应该很多张。来。好，接下来还有鬼灭之刃的麻雀。巨太郎嘛。哇，有好几张哎。应该有这几张。哇，你看，我还有全组哎。哇塞，好，第一张。好可爱。一勇，你怎么了？好看，头发翘起来了，刚睡饱了。第二张，鬼灭之刃的所有角色。好。有的头发怎么了？我看一下这张应该怎么说。鬼灭之刃，还有重复的，有 Q 版区。我这太多了，我们就不要一一介绍了，好吧？对，这全部都要抽抽的。对，小的，一格一张。那有什么可以直接给我们的？这衣服直接给你们。衣服就不抽了啊！我不想要抽到那个耶。牌也是来抽的。那下次就是鬼灭之刃抽抽的小的。扑克牌嘞。一样。那 Q 太郎嘞？笔记本嘞？一样，都全部都是抽的。扑克牌一张一抽。啊！现在了。哇，刚刚是秘密变狐狸。东西东西。都好想要。这两本不好没有一样，好像也一样吧。一样，这样才公平。你看，哇，这都贴纸啊！你跟我一样，都为什么每次都躺在那？我好惨，我累。我地上哎，你到怎么没有 Q 版的吗？一个朋友。那不是下雨的话，你干嘛笑干嘛笑干嘛？男生，看着这样。这是《鬼灭之刃》的36张贴纸。这是《鬼灭之刃》国。这是《鬼灭之刃》国。这是鬼灭之刃咕噜咕噜嘟嘟，就给你，我把猪分给你啊，猪，我把猪分给你，这是鬼灭之刃的读卡，这猪太郎哭才可爱，扑克牌。没有纸的后面，鬼灭之刃，呼呼呼，可可，可爱牌，它里面好东西没开啊！啊，鬼灭之刃是封面，姐姐好东西没开，快出来！九太郎，扑克牌，九秒关掉。但是扑克牌就很多图卡了，对不对？都一样是无产堆，他们。我们这里一抽一张吗？一抽一张干嘛？哇，你的纸袋。很多卡片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想抽到那张。好，那鬼灭之刃的东西都开完了，虽然没有这些点，我们来这个要这些本。